完成度很高。来吧，看一下星天鹅堡的计时。刷哈雷特。赛车宠物都没有任何变化。是的，关键是这张图前期的弹射，如果说能顺利弹的话，那你这一把可能成绩能有所保障。嗯，但岂不就 ECU 一点要稍慢一点？但是忘了那个弹前血脱飘了，他快出脱飘了。是的，开局0.6啊，短空下来。落地异观人的快出点到更快一些。是的，而且这个压车路线很好，这波压车两个人弹射都没有出失误。来看这里，小飘双喷反而还上墙了。是的，但是旺这边上墙更严重啊，直接贴死了。本来看着异观人可能是想要一个求稳的路线，但是还是一个失误。这边断空点下来之后路线也不是很好，但就是因为异观人的这种键位啊，在这种连续的快出点对于他来说会有一点负担。嗯，再弹稍微加一下刹车，保证自己的弹射成功率。这里 ECU 可以开起来了。落地这个快出点的比旺要略快一些，第一圈也是，但是这里弹射没有弹好。是，这第二圈的压车没有第一圈压得好，还是小飘感觉是求稳了，觉得自己第一圈在这里有阴影了。看这个点连续快出，这一次异观人做得很漂亮。这里进阶，因为没有角度弹射的，那得恭喜异观人，1分28秒93，这个成绩不够吧？不够，下跟计时挑战赛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是的，先看一下第二次的计时挑战赛。来了，看一下这一次的永然之风，异观人还是要略慢一些。是，但是这直接旺就拐上墙了，这导航导错了。这对于旺来说，和第一圈一样，和第一局一样，0.6秒的劣势。这里落地下来之后，但异观人这里的快速单喷，这里压车往右贴上墙，这里弹射没问题。其实我感觉，这么难稳的话，开孙悟空会不会好一些呢？但哈雷特还是能够追求更高的极限，这毕竟版本最强是赛车。是的，这还是越拉越远啊，1.2秒。第二把异观人用了很多轻刹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弹射成功率，所以说这第二把稳定性提高了很多。而且领先旺已经有1.6秒了，这拿下首图选图权不是什么问题，不成问题。而且还要刷新自己第一次的挑战记录。是的，这里还是小飘，第一圈弹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后面觉得自己看了一下单圈相对来说还可以接受，那第二圈就不如稳着来跑好了。其实他这个成绩啊，第一圈已经稳着跑了，对异观来说他好像找到了方法。是的，最后成绩1分27秒03，那绝对够了。是的，恭喜E。你看，两局，来吧，看班图。特洛伊对于异观人来说应该是要搬的，旺的话就是搬两张困难图就好了。嗯，先搬一手苏格兰场，紧接着异观人再搬什么呢？看他怎么选。苏格兰场和老街工地以及梦回古蜀用车，是不是两辆奥利娜？两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是有差距。官人这个成绩已经算很快了。嗯，
来了，左侧的一关人有优势。开局第一个氮气开过来之后，一关人暂时拉开0.2，但是弹射上墙了。是的，这个弹射上墙望的路线也不是很好，落地拖下来之后蹭了一下。嗯 ，ECU 开启，那还是跟起步一样的距离。嗯。木无望这个路线踩脚刹车。这双王图啊，那一前面一关人再图一次，忘记内线反超了。不过后半段的话，其实你要说反超可能性倒不大，但是这波一关人和旺但其速度一有差距，而且出弯脱飘了。是，那一关人这里拉一个侧身能够调整回来，后面感觉还有对抗，但是旺这一波路线找的没有一关人好，这里弹射再挤，两个人这个断空飘落地之后，旺挤再被挤一下，但是这波调整不过来了，一关人路线更好一些。第二个火力盛装开起来之后，进入到室内控车，看落地下来的弹射。这个直线的路线、啊、这里歪了，而且一关人复位了，那掉回去的话，这一分没了呀。是的，这一波转向转得太狠了，可能太想压一下旺的这个车身了。是的，自己路线没调整好的情况下，又被带了一下。那这首图分数要给旺先到手了。那这对旺来说。恭喜旺7.88。一关人这局是啊，蹭了一下左右弹，选择到了西湖两辆玄月。这张图一关人选的很少。虽然，但是啊，旺这张图在数据层面，这是他的弱势地图。哎，起步。一波卡位之后，旺直接上墙了。这起步即结束啊！领先距离确实很远。哎，这快出没点出来。那旺还有的追，已经拉近到0.4、0.5。ECU 避过来看路线，关人有点紧张啊，感觉也没进入到状态。哎，旺这边 ECU 补一下，那就小野了，那这局没了。对，这局这是真正没了，除非一关人连续的复位两次，可能性不大。这里跳台第一圈失误的点单，第二圈要做极限延续，而且顺利通过。是的，交完 ECU 再次拉开距离。路线找得很好。再点飘，这样的话第二分由关人先拿到手，恭喜。14.75，1:1。哇，好了下海，下海起步，E会更快一点。这三张图的起步都是E要更快啊。而且这边旺的弹射又没弹出来，前E自己转向上墙。对，旺氮气又没满，这波有点太拖节奏了。这还想延续，跑法全乱了。对啊，距离再一次被拉开，刚才自己没气了，就想着把这一段路线给他氮气延续过去的话，那我觉得后半段的跑法他应该有点乱的，而且速度会损失比较多了，1.3秒。哦，一关人这个弹射，但前面旺在进道之前先发生了失误。是的，那已经是绝对的不可后追距离了，4秒了。很稳啊，哎，弹射脱飘，但问题不大。对于一关人来讲，现在就尽可能的找找比赛弹射的手感啊，能弹就弹，弹不弹得出来就不知道了。对，虽然拖，但是一定要弹。1:19.36，恭喜 E， 比分来到2:1。是，
把握不准确，更多的可能是紧张。是的，看一下角色相吸，打同车图啊，肯定是第一轮就直接全部消耗这样的同车图也是可以的。那单挑基本上都是打同车，只是没想到旺选择的地图和以往的想法不太一样。你起步这一次旺，但这张地图内线放出去的话，弹射没弹出来就很可惜。他先出来了，但是路线没有找好，但这个弹射直接顶着弹，把怪人给弹脱飘了，顶着弹脱飘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旺是终于拿到领跑的优势了。这里落地下桥，紧接着路线很正。室内看路线转弯，这一局要考验一下一关人的后缀了。路线要比旺好，对，但其实距离没怎么拉近。这张图的弹射如果一旦脱飘的话可是致命的。但前面旺这里还好，差一点你就要卡左边去了。卡完气之后，这边一想要去碰一下旺有影响，这边做一个快出之后再去调整，两个人的跑法都不是很对。一关的路线要更好，点飘再接弹射，旺这次守得很好、啊、这里要拉近接吗？拉近接想要碰一下旺，但是没碰到，旺是已经弹出去了。那这一个距离对于一关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卡位机会了。是的，要不要重开个氮气呢？不重开，等一下踩刹车也安全，凑不到 ECU 丢过来，一关人反应了，他最后空港直接选七星，上的比我想象中来的要早一些。我觉得这张图放在第二轮也可以的。被卡到了喷，那这个 ECU 就别交了。对，顺势流了1.2秒，不够，需要一般人给机会。目前 E 的整体节奏特别的好，哇，这个过弯看着可能要贴到了。卡一下气，控一下车，延续没问题，很稳啊。这个距离对于旺来讲确实是没法追的。第二个 ECU build 出来浅蹭一下，那这一分问题应该不大了，肯定能够收入囊中啊。感觉一来到极速空港之后，他的操作都变自信了啊，很平稳。这张图对于他来讲太熟了，反倒是那些三四星图需要在起步上面做一些设计的，他有点慌，因为觉得旺的弹射手感要比他好。反倒这种冲线成绩，一分是7秒92，比分来到3-2，很稳的。一关人在本届亚洲杯还没有跑过，而这张图昨天沈又刷了，一分14秒6。看起步占据内道的旺能先挤出来，氮气开起来上加速带断空起，对，但是一连串的对抗之后还是一贯人先冲出来了。看意思有点了，两个人如果说挤在一起的话吧，有危险啊。卡了一下，旺被留在那了。是的，而且只有一个 step 单喷，但是速度太慢了。踩刹车，那只能 CWW 了。那这一路1.3秒小跑追不上了呀。还有个 ECU 15点，对于 E 来说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。第一圈两个人有这么多卡位的情况下，一关人完美释放。第二圈没有任何对抗，一关人没有压力，按一下这个 ECU 释放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和稳的路线 WCWW。 再留一个小喷 WCWW。 一个人逐渐的把自己的自信找回来了，那第一局的局点要来了。是的，分15秒50，恭喜 E。 第一回合的7张图全是同车，面临到 E 的局点，旺还是打算跟 E 继续拼到底。是的，看一下起步，这一局终于是旺先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卡住前线，一个走弯进道，有点重了、啊，出弯很快啊，这有点落地，旺这压了一下节奏，影响到了 E。是的，好在没有连带。这里蹭墙把旺给带过去了，不过 ECU 释放之后路线歪了一点，依然能够压住第一啊。对，一直卡着异光人过不去啊，前面是 WCW 喷吗？感觉要被追上了，小飘卡住那道，异光人实现反超 0.4， 重新开个氮气过来之后 0.8 了，那对异光来说后面已经没有难点 了，只有这个点，如果说能顺利通过的话，后面没失误的，局点可能要拿下了。 WCW 过来撞也撞不到，进阶过来很稳，最后还是尝试的想撞一下，但是没撞到，我们得恭喜 E。 第一回合是以5-2的比分，感觉到光人有点放松了。那可能对异光来说，这一场 solo 能够找回很多状态。是的，首图选择到了梦回古蜀。班图的话一般还是几乎没变化，老街工地跟特洛伊环城，那旺的第二班应该是苏格兰场。梦回古蜀被选了的话，那得换一张境外赛区特别爱打的熔炉决斗场，可以考虑一下。熔炉决斗场最主要的是用车优势就很大，它不需要考虑任何机器的问题。你看这都几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。是的，来吧，看一下梦回古蜀，两边都拿出了孙悟空，先看起步，自己选择的首图，看一下旺能不能先冲出来。哎，起步有优势，卡住那道，快出过来之后0.1，但是弹射脱飘，来到第二回合轮到旺脱飘了。但如果说弹射手感不好的话，在这一张图上可不好跑啊，尤其是后面啊，就这里先是第一个弹射没弹出来，根本不弹了，他这操作。在前面一关人给了一个大脱飘，两个人还有对抗机会，快出点的很快，大重云开起来进入到室内。是的，旺的出弯要比 E 要更快。但看这里谁能跳起来，旺被挡了一下，一关人没跳起来，他也没跳起来，这还要顶弹 CWW 是出来了。重开弹气，但是一留在下面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哎，这里没弹出来，哎，还上送了一个失误。但是异光人手里是没弹气的，这一波卡位过来之后，旺是有优势，侧身拉过来 ，ECU 开起来，那已经没有对抗点了。尝试着碰一碰，碰不到了，0.7 了。那我们得恭喜旺。梦回古蜀1分16秒31。单看旺的成绩的话，那确实这张图该选，偏冷门一些啊。起步这一局旺更快，但能卡住内线吗？哎，先给留这个 ECU 留的其实是有优势的。因为我们见过最后0.5、0.6左右是直接一个 ECU 能反超的。对，而且前面可以白吃后追啊。蹭喷蹭到了，蹭的还是比较小心的。是，这0.4一定能超啊，一定能。而且旺刚才弹射过来之后是有失速的，而且一贯人可以不要上去卡位，就跟着等这里自己上墙测不过来了，
那这样的话领先一个 ECU 的情况下还领先一秒的优势，对一关来说这一张输不了，十拿九稳，十稳吧，包稳的，我觉得是吧，十拿十稳。嗯，不蹭了，你看他有多稳啊。经验断空也不来。直接一个 ECU， 一分十二秒七二。哦，暗虚魔主，这打了好多张一关人在本届亚洲杯没打过的图啊。嗯，主要是一关人没什么选图的机会。嗯，来到 solo 局，这些图又不在图池当中。哎，第二回合旺的起步渐渐占据了优势，但是这波弹上墙之后没氮气啊，这现在才把节奏找正，有点难受。一点二秒，哦，这快出，感觉旺这种节奏一关人追不了啊。哎哎，蹭墙了，弹射没失误，一关人弹射也没问题。连续踩到加速带了，只有第二个 ECU 那个断空飘的十五点了。是的，这段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一关人一直在追啊，零点四了，跟的还是比较稳的。来了，提前下来，没问题，但一关人更极限一点，只是没有对抗的机会了。捏二追不到，碰不到。哎，一个陀飘，但是一关人如果说他不碰的话，也许还有机会。选择到了美洲大峡谷，起步单侧对双侧，一关卡住内线，车身压制，对。留个 ECU 吧，看着路线不像想留的样子啊。不留，困难图一关人有绝对的自信，旺是跟车跟的，自己的侧身拉的也稍微靠晚了一些。嗯，侧身还没延续上，起步这落后的距离有点远了。嗯嗯，节奏乱了，这条双杀手速是很快的。是的，再开氮气之后马上来到透明桥了，这里的撞点一关人没有失误，看这里的弹射，关人 A 弹射脱飘，但他的手好稳啊，对，很有安全感。走进他吗？但是这段路节奏很乱，走，但距离很远了，忘三秒啊。关人在左上角那个小地图是能够看得到实时后面的小红点的，就能看得到他到底在哪，就这个距离对一关来说随便跑。是的，五点六秒，这局可以拿下，选图权再次交给旺。是的，跟上一回合一模一样的比分，前期比分。是的，那下一局比赛是不是要有破发了？嗯，可以把月影打掉，那这样的话一路向前就出不来了。嗯，除非你的赤天饕餮跑得很理想。或者让风再帮你跑一把，起步三侧，但第一个弯道稍微顶一下，这边拉出来还好过来了，再拉个顺侧把车救回来，再开 ECU 之后接弹射，这里路线没问题。虽然救到车了，但因为那一段路它停滞拉得有点久，损失的速度太多了，对，损失的时间有点多。嗯，哦，这路线不错，两个路线都很不错，注意不要留在这里。来到第二圈，呜，太狠了吧！这快出，这也太贴了。对，他这太过于极限了。嗯，心率有点高啊，汪。这样打的话，这样打主要是给不了意义压力。是啊，就让他一直在前面领跑，然后慢慢的做自己的稳定。哎，
没留在下边。那这样的话这一分稳了，又是三比二，很稳定的两个快出，恭喜1分20秒10。龙津湖啊，云集在龙津湖打吗？有斯利尔那味儿了。嗯，当时他也是面对着对手连续的得分，自己选出了手北海，也是打原机，但一个是海一个是湖，哎那倒是吧，湖掉下去可能真的就追不上了。一般来说湖可能会好跑一点，但这仅仅只是一般来说。这张图可以说有很多的故事，首先第一个故事来了，没故事，有一点，但其延续，换节反超，终于拿到一个比较好的领跑优势了。嗯，前方注意掉落，没问题。这里要小心前面的树。OK。两个人跑的都好稳啊。嗯，不过这0.4看着感觉能追的。嗯，就是一个失误的事，关人没弹出来，距离被拉开，但依旧有机会，要看往前面这一个难点顺利通过。那我一关人路线也很完美、啊、对，但只是机会也不多了，小飘调整一下，0.8也还是不够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哎，他拖了一下 ECU 第一时间没安好，但一关人这个距离还在跟0.3 0.2，是往这次弹射没失误，进入到室内之后这个距离蹭了下墙，空开弹气过来之后跟上，那但这一段路是没有双被动的呀。是啊，硬拐过来一关人应该得更快，那我们得恭喜一，最后时刻往连续给了两个长城。这届亚洲杯一关人首次跑长城啊，但这张图他绝对不弱，感觉有可能选到点上去了。是的，来看这起步，但主要还是得看旺，他自己必须得做到不失误才有可能拿下这一局。起步旺下去优势，弹射没问题，这里他刚才左边那个转的太狠了。嗯，但只有 step 单喷，要重新开个氮气了。旺领先优势很大，但此时他的心率也很高。不过对于旺来讲，这是他的绝对王图。绝对王图吗？也算是一张自己的再榜图吧。踩刹车。印象深刻是他去年的这张图。是的，跑的成绩很快。来到今年，果然这张图想要做到稳定，对于旺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，但没有早点出这张图啊。这个时候选出来也确实是能够将比赛空开氮气，这要怎么过？过来了，还好落地快速点得很稳，再点标顺利通过。一关人留在了下面，是走的外侧，那我们得恭喜旺。3-4，那探索路啊，嗯，车间吗？车间就有点堵了，因为这一张图大家熟练度都太高了，就是比心态了。嗯，断空点都不会失误的，嗯，很少。看起步，谁能先抢出来？直接弹出来了，艺高人胆大呀！哇，在对手的赛点局敢如此极限，现在玩的就是极限。不去想别的，但现在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极限。没错，0.5秒的优势在第一圈还是很大的。交完 ECU 之后，这段长延续落地第一个弹射，看一下能不能弹好。没问题，一关人拖了，而且旺这边没延上，节奏有点乱啊。蹭墙，但还好侧身调整回来了，手上的氮气是充足的，所以说能够找回自己的节奏，也给 E 追到了0.3 0.4的距离。进入到第二圈，不够，这个距离不够，不能像龙津湖一样啊，稳了第二圈后半段没稳住。嗯，
前面望的路线很极限啊，这一个路线拉的就有点狠了。望交完 ECU 之后，看一下他第一视角，2.1秒，这局可以拿下，稳了这一局，弹射也没问题，注意一下小鹏节奏，又延上了，还好，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可以冲上终点，将比分打平至4-4。最后一张地图由一关人来选，是的，1分20秒28，这么多失误呢？看一下，局点跟赛点。来到了秋名山，双哈雷特，一关人也是在本季亚洲杯没有成绩的一张图。起步，来看起步这个断空飘。来吧，展示哈雷特。看一下断空飘，直接把旺留在了那里。也没有。对，一关人自己上墙了。领先优势给到旺，现在旺的心率也上来了，对，而且前面跑得很极限，看一下这个管道起飘，两个人都没问题，没什么失速，来到管道这里假弯，小飘0.3，稍微有拉近一点点，但对一关来说这个距离是不够的，碰不到啊，点飘一下，这里延续，延续也没问题，看一下这个撞点，旺一直不给失误啊，他不能给啊，一关人先给一个失误落地，这连续磕碰了两下的话，那旺要越走越远了，追不上了呀，旺这里并没有撞到墙，调整过来吧，再开氮气，这里第二个永然之风开起来，距离加赛就只剩最后10秒了，0.3，最后一个管道，看一下一关人如何去反击，最后旺有机会吗？没问题，没有失误，恭喜旺，最后在去接连的选图上面比分上有优势，但是而且还有选图权，是呀，还打破了记录，1分10的成绩，保持了8天的记录，来自狼队银晶，1分11秒56。控制的时候都有把握能够稳到底，空港，空港一般每周，紧接着是特洛伊环城。那一关人的话，特洛伊跟梦回国属应该是锁住了。而旺的话，二班搬掉了老街工地，是把。苏格兰场换成了美洲大峡谷，那这样的话来到第四来了，空港1分27秒09，看一下起步，哎，这起步还是一关人更快，那旺要留 ECU 吗？留了，还留了，而且还是蹭到了墙，是，哎，但交易他要做延续，对，这是一个调整，不然的话气不够，再卡一下气，稍微压了一下车，导致自己没跳起来，而且这里气也没满，还得卡气啊，这空港有点灾难啊，节奏跑的确实不好，但相较于第一次的空港来说的话，旺已经跟得不错了，是，一关第二次的空港依旧很稳，感觉一关人现在最自信的图就是这一些极困难的图，是的，那这段路又拉开了，2.4秒，没有后追的机会，无了，延续，重新开个氮气，即将来到室内，领先优势很大，对一关人来说节奏可以稍微放慢一点，没问题，拉了2个侧身，
最后快出落地硬拐，还得是空梗啊！在这张地图上面，一关人的操作就丝毫不慌。26秒49，一把比一把快。是的，极速航天城也行，但这起步就得对抗了。嗯，这也是刚才的图啊。小心第一个弹射上墙，没氮气。嗯，官人需要格外小心。第二把没问题，抢内线，两个人都没喷。哎，但是一官人这次路线有优势。是。氮气卡满，这边望看他快出。看这一个弹射点起标望路线很好，但是被一关人带了一下，那一关人弹不出来了。嗯，没弹出来之后望的一个重杀是从内线来到第一，压一下外线，这里想要外卡内但没卡到。嗯，而且他也担心自己想喷会被卡掉，所以说拉得会久一点。是的，再开氮气之后来到最后一个 ECU 的释放点，这次距离要比第一圈更近，第一场比赛更近一些，但是这还是碰不到啊。嗯，但前面忘记给失误，上墙的话0.2，轮到一关人有领先优势了，而且这一个撞有效果吗？好像还不够，还是熟悉的路。到了角色江西，刚才起步就占到优势的旺，还是起步旺0.3的优势啊。嗯，这一局的起步优势比上一局要大，上一次角色降息的领跑权是自己卡位卡来的。是的。哎，一关人这起票有点太早了，但是旺的路线有点差。但就是给旺有这么多的领先距离的话，他其实很少给失误。嗯，哎，在前面路线不正，点飘了一下。是的，那里一个点飘，说实话这个跑法有点独特。但内线抢，两个人都在抢，一关路线有点弯，点了刹车，但是距离拉近了。看这里落地下来之后的落地，落地点意要更好，而且好不少。弹射过来，两个人都没有失误。紧接碰一下一个惯性，再卡一下气，把自己的路线摆正。点飘，氮气挤满，下面这里再次拉开距离，一关人弹射又失误了。漂亮啊，望着这两波卡位。那后半段没有失误了。嗯。0.5的优势很大，还是上一次的那个距离。嗯。比上次优势更大。嗯，哇，1分31.28，好稳定，一路向前。哎，他这辆越野不放在刚才我们说的疾风机场上了，反倒是打了一路向前。起步这局也依旧是望要更快。一关的弹空飘，这就想要碰吗？哇，但其实这开局望领先的距离还可以啊，差一点点撞右墙。南宁来了，断空起，两个人路线都很好，但是一关人这明显直接就完成了反超啊。但是落地之后两个人纠缠在一起，这个进阶过来之后卡了一下他的内线，望这波已经被卡到0.2 0.1，这距离还能跟，距离能跟。飞起来之后 ECU 要挤一下了，内线想要碰吗？碰到了，对，弹射弹歪，角色互换，现在是旺领先0.1，上来也想再碰，跟住。哎，在上面没有重开氮气吗？被卡了一下，但是这波卡得很不错。是一弹弹上墙，但是旺的节奏也不是很好，两个人的弹射都不是想撞没撞到，硬撞复位过了之后，官人有点急了。那比分来到了2-2，
这首《一路向前》也换路子了。这张图是关人在回归之前的一张网图。看一下起步，一关人这一局起步先冲出来，哎，旺跟得很好，我又想钻那道，这钻不过去啊。相对来说，其实钻得很漂亮，但可惜的是自己没过去，又蹭了一下右墙。嗯，旺在尝试着用对抗去给一关人上压力，这个弯道很容易直线，其实他今天都很容易顺侧直线。是的。感觉是操作节奏有点快了，踩一下刹车，碰一下车身，顺侧脱接，重新开个氮气，路线能够找回来。 ECU build 出来，两秒的领先优势，这真输不了。没问题，疯狂踩刹车调整自己的车身。最后一个 ECU 1分08秒77，比分来到3比2。天行还是天行，没考虑哈雷特，云集都不考虑。关键局啊，那还是想打通车。一关人这一张图，因为刚刚是赢了的，所以说也有恃无恐。这次起步旺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了，把自己的氮气挤好，第一个弹射这次弹出来了。是的，先跟着，这次不会有新的跑法了。顺侧快出，哎，把小门磕掉了，那有点伤啊。又开了氮气，他空开氮气的那个氮气动力太差了。是啊，0.6，这一次一贯人感觉不会给机会了。还没到后半段。不好说，这次旺跟的还可以。ECU 又没按到。是的，这里还上枪，全乱，完了，要赛点了呀。节奏没问题，看这个撞点，两段延续，但是问题也不大。这里不弹了，因为在上一次打的时候，就是这里连续的弹射脱漂。对，不过一看距离很远，那还是可以在第二个弯道弹一弹的。落实点直接一路氮气延续到终点，1分17秒62，恭喜E来到自己的赛点程，还是长城。这张图旺的记录是排在榜三的，这个记录很久了。看一下起步，起步旺还是更快，一左一右，哎，连磕两下，不过还好，要上来碰，下面这里弹射弹过来了，这接连的进攻，而且自己的节奏还找好了，氮气延续也没断，真凶啊，这就是王图的魅力吗？是，压迫感 ，step 单喷。一关人感觉有点不好追啊，看这里 ECU 往右拖了，稍微连带一下 ECU 闭关有点歪，但是一关人抢到了第一，是的，0.1，两个人纠缠在一起，凭借着地形让他来到第一，而现在往落后0.1的距离，还要怎么去对抗呢？这里 ECU 释放过来，只能看最后的跳台了，或者说这个连弯下一个弯道对抗有没有？碰不到，碰不到。而且也没有弹，那只能看这飞跃点了，来了死亡跳台展现出来，旺也没有救出来，两个人都没有，哎，两个都下去了，一起开弹气，大家我们得恭喜一关人，我这两个人一起下水跳过去之后，两个人来到最后的死亡跳台一决胜负，但没想到就差一个氮气，确实够强啊，我觉得旺已经很厉害了，在这次面对到一关人的情况下拖入到了第三局 solo，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。 Zing Speed Mobile， 速度暴露技能。